你，什么你是你呀？把他轰下堂前，把前面停立地，帐下快着。李府张府一个小丫鬟，你擅闯公堂，轰了出去！喂，胡老奴家，慢着！我乃当今李相国府中千金小姐的贴身丫鬟春草。相国侍女不在府上陪伴小姐，来到公堂里有何贵干呢？听说大人是个清官，春草特来瞧您审案。哦，小小丫鬟，通的什么神啊？胡知府啊，休要管他。是啊，一个小丫鬟，你懂得什么神啊？又怎么能擅自阻行啊？来，把全面行李备帐下，快点，立即帐下。慢着，休当我是个小小丫鬟，不。审案擅自阻行，实不相瞒，我乃奉命而来。奉命？你奉何人之命？自然有人啦。是啊，你奉哪国之命呢？小姐。哦，是小姐她叫你来的。哎，你不是撒谎吗？撒谎？老实跟你说吧，小姐吩咐我来是看你审案公不公明不明，也好像我们老相爷复命。本府审案自然是公而又公，明而又明啊。既然是公而又公，明而又明，慰问口供，先动大刑，这可算得公啊？这可算得明呀？春草姑娘，你太心急了啊！你来看，本府即刻审案。来，有薛梅亭亭刑带上堂来，本府我要仔细审问。是。且慢，薛梅亭打死我儿，依然亲口招认，你唤神他回来问他何事。对呀，薛梅亭打死吴公子，依然亲口招认了，我还审他干什么呢？胡知府啊，你要与我吴府报仇。是是是，定与吴府报仇，我说来呀。胡大人，您做的是朝廷的官呢，还是他吴府的官？我做的是父母官呐。既做的是父母官，为什么不替百姓们做主？薛梅亭打死吴公子，本府按律而断，我这岂不是与百姓们做主吗？哼，那无独被薛梅亭打死，你就要替他吴府做主？那无独仗势欺人，杀死民女，你怎么不替百姓们伸冤呢？哪有此事啊？大人啊，确有此事，多考。是，我吴府公子岂能与民女相提并论？你这小小丫鬟也能管这天大地事而不沉默？有道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，我虽是个小小的丫鬟，可一根小刺儿我也会挑剔。像那无毒平日在这西安府干的都是些个什么事？你这做父母的量必是知根知底，你这做父母官的也不是又下又楼，只许他打死人，不许人打死他。难道这光天化日之下一点公道是非都没有了吗？大胆贱婢，竟敢尊卑不分，冲撞高棉夫人，再若多言，定要将你乱棍打翅。胡知府，快快动刑！是是是，我传来呀。胡知府，你到底还想不想要你这顶乌纱帽？你这是怎么说话呢？你老实跟你说吧，薛公子若有个三长两短，我们老相爷并不
这个那个，你岂不知我家老爷与相国乃是同乡共敌，同窗共读，同朝为官，我家之子如同他家之儿，就是相国在此啊，也断无袒护兄犯之礼。对呀，二位大人是相议事宜加了矣，那薛梅亭岂不是该死？该死，他真该死！老相爷与薛梅亭非亲非故，他不会袒护这杀人的凶犯。